一分钟学三种高颜值冰咖啡，新手学咖啡入门必看，先点赞收藏关注，看完就会。柠檬冷萃液，撕开倒入杯中，加八分满冰块，加气泡水，再来点装饰。浓缩咖啡倒入杯中，柠檬冰美式咖啡就做好了，过程好看，结果好喝的黑咖啡。斑斓糖浆适量，牛奶适量，搅拌一下，加冰块八分满，悄悄放个迷迭香牛奶加八分满，浓缩咖啡倒入杯中，缓慢的倒入可以让咖啡泡沫漂浮在冰块上，温存很棒。适量草莓糖浆，适量牛奶，冰块八分满，牛奶八分满，搅拌均匀。浓缩咖啡倒入杯中，缓慢的倒入可以让咖啡泡沫漂浮在冰块上，产生非常好看的分层。你喜欢哪一款呢？快去爱杯尝试喝。我是小药，记得点赞关注。